来嘛就来嘛，仙人之路。我也来过仙人之路。那是口诀文。这个是无敌炮。是无敌。路跑，看哪个跑威力大型。哎呀，吃一个空头给你，那是大吗？你这儿。空头，你想打我六十公斤？想一下嘛。打我虚一下才好听。我吃空头给你，你不要，不要给你管了。我也去要空头噻，现在我也不怕噻。年纪不来个走吧，总得走吧。我特别的，空头安全好，威力好大。好嘛，三嘛，也三嘛，也三嘛。出个局长先，三个不出的局，输得瓜是黑哦。好久都没出局了。出局。下一步猜一定的中炮。给你飞了，飞了再说香烟。给你抓，好不难，哎呀。抓噻，还我啊！还了都还了，是吧？看嘛，还一个就还一个噻，还是三个包的可以。十局。七个局就得。出。我也不贴。你看那中华四川要稳噻，是不是？中华威力好大嘛！逮个炮，逮个马哟！什么？我的是就上马噻，我马用。谁是上马？上马不是马是跟灯了？你马踏八方，威震四方。抓这个还是抓这个？只能收这个噻，我先收着这个先。让我吃坐在台跑，好久，等你吃我，真的给你拍一个。好。叫，送个局给你吃了呀，谁？一九多块，就是七十七的少。我这一个局太下家，我坐不上了嘛。看了我局还不敢吃了嘛，那个行。有点红啊！走，看我衣不敢吃，好恶心哦！坐上来，让一下，扔一下。再加。坐上来。看了。你不会看猫嘛？看跑。吃跑。我来一家，我偷偷的手抓那些，没关系啊，都我吃跑，都可以吃给你了，都可以吃给你了，都可以不要了。吃过这个嘛？吃了姜，早上姜，我最后一局又不在了嘛，还不得行，走走。东风不亮西风亮，守不住那边，守不住那边。那个老狼，他已经老严了，老实的。这些人没事的，没事的就白得很，我要出乖呀。确实怕双狙。这个棋我不爱吃这个局嘛，我你不吃也不得行啊，必须得吃啊。给你抓了，还坐还坐不到，只是抓了噻。我跟你讲了，抓。赢棋赢点伤啥的，就是棋子棋的也不够多。伤。我以为他一个嘛这种跳法走。这盘又没怎么起，又输了噻，我又赢了噻哦。是咋个搞的啊？这把子啊，咋个就输了呢？咋的啦？好好好，说说说。所以呢？照你今天没事的，今天。
你这罗片上面撒两把伞，啥玩意没撒赢，那块儿你啥玩意没撒赢，那块儿就能撒赢过了吧，那块儿说不定咯，撒赢啊，老狗逼呗，在那边路线看准了呗，啊我觉得你是怕是游不出去过的一个，你也个水平。那说不定咯。如果来好嘛，想吃天鹅肉。喜欢上见真章，哎呀，不要。来好嘛，想吃天鹅肉，所以你让我打来。来来呀！有的开始了是吗？开始了哎呀！但是不给我反悔机会噶。必须的噻。不给我反悔机会，那么我也想你走。二嫂又在让我打，你说好让我打你准备了吗？啊，说不定，我跟你说，说不定今天就出去跟别人看成刀了，正好今天天气比较适合。你看是想的太多哦。打球了。你也在打过别人。先这个，先这个先打个。点都不稳健。还想来追求我？打别人，想想月薪。好嘞，搞你小吗？好。哎，哥哥不是当狙用。哥哥不是当狙用，没谈了。开局就行嘛，还有怕输得不够快，也怕是，怕是啥子事？输得不够快，肯定是。七块钱增长，哎呀，不要慌，哎呀，才刚刚开始。越马盘活。我去，过来，越马盘活，我是马。嗯，我也开始我的大，说句。抓你妈呀！搞嘛，你不来加钱，我一来也还在，我要把你逼在逃吧。你还在逃吧？你还在。吃老马。吃老马，你骂我吃的，是吧？多了个边，抓个边驴，驴抓到啊！吃一块的麻羊汤，橘子尝鲜，输个局。看看懂啊？还看得懂？嗯，看看懂啊？难都难得到吗？我妈不要钱，我这是跑出来了，跟你讲哦。几回就想来约我出去耍，过来。对局哦。你妈呀！低跑一层哦。没有我讲的。开始的时候哎呀。那个狙，一般死的死到临头不知悔，还在走狙，死到临头还走狙玩啥？杀！进狙一将，你老三弄得出来吗？我有八蹄子撑着腰哦。要帅了呀！过来呀！来，我想吃天鹅肉。哈哈哈哈哈！